猴哥，咱也去吧。全军出击！那韩服给人打的，哎，给人打的不得劲儿，你知道吧？我打着打着，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不是打不上去，有的时候就不乐意打，累，没空。打完还得给他维持，我就很讨厌维持这个东西。我选择英雄联盟，为什么选择英雄联盟？因为英雄联盟它不用肝。背他一下。哎，他往后拉，我们在这卡一手兵线。红怒扣呀，真没扣着。真，呀，他生了，我操！早知道我闪现杀他了，他咋生了呢？闪现，我寻思我跟他互相烫死啊，俺俩差不太多。他啪一个生给我生了，他生生吧。我们省个闪，下边再用吧。你是不想活了？我一看呢，我放你一马，你还不走，那就是你有点不识抬举。回家了。他什么装备啊？皮鞋，我们先来个铁刺鞭吧，鞭挞他。这不吃个塔皮，有个兄弟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不吃个塔皮？5分钟之前吃塔皮基本上很难，你只能靠小兵打，他有减伤，你明白吗？”来了人马，这炼金不敢背我，现在他敢背我直接就死。我踹他来，往回踹，对，晕铁刺鞭接平 A。这波我们不回家了，在这等他。脚控一手兵线，他再敢上来，我们再杀他。先攒个半管路，红路晕住 ，A 接铁刺鞭，接个平 A， 接个口，接个平 A， 接个 E， 再接个平 A， 再接个 E 就完事儿。W 铁刺鞭 ，A 点烟接口，平 A 穿，再 A 一下。都没有穿两刀，穿一下就死了。那鱼铁刺鞭出完蓄气太高了。
我直接 W 那铁字边 AJQ 一走，我靠，这也能给我背回来呀、啊？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能给我背回来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是有点佛了。没有退路了。我不想跟他换，他在塔下，我寻思他有个点炎，他怎么的他也跟我换了。我那么我血不算特别多，我寻思拉倒了，不想跟他换。塔皮吃没吃着？先插个眼儿。打一套就没血，等下一波吧。这波应该能越塔杀他，我们先攒个怒啊，他马上大招没了，可以杀。没点炎稍微我觉得差点意思。吃塔皮吧。就双招杀划算吗？有啥不划算的呀？能杀就得呗，还有啥划不划算的呢？那双招留着也不能下胆儿，他还能给我生出来两个双招还行，还生不出来。我想来个影魔刀。哎呦啊，狠成这个样子吗？这个兄弟硬吃我塔皮，你也不至于硬吃我塔皮吧？你个250，你跟个猪一样，你还硬吃我塔皮，不知道你凭什么吃我塔皮。赶紧把塔拔了，打这玩意儿呢，拔塔快一点。
捡你的甲。驾！偷死！确实挺近更好杀炼金哈，但是挺近没办法无敌，我只能这么说。我杀了。红路晕接扣一走，你自己打吧。这个峡谷先锋你自己打，我帮永恩把中路拆塔，正好给他拆没，拆完我们去下路拆，我们吃三路。走，我们去下路吃的。哇，这下路可以啊！我们往下来一波。鳄鱼来了，给个灯。嗯，没死，可以啊。来，把下路吃了。回家了，不回家，我们去把红吃了。我开个大收红，看他敢不敢上，给我勾他，给我勾他！刚才那丑，丑个屁！你丑个屁！你丑，让你丑，还丑不丑？给我杀小黄毛！小黄毛还敢丑？我好勾，我就不放技能了，我们回家。你敢吸我，你敢吸我，小伙子，你娘的，你再过来吸我一下。哎，昨天卡莎用的人马的皮肤是什么皮肤？怎么没见过呢？有炫彩。这也不掉血呀，这小黄毛，那小黄毛打人为什么不掉血呢？西部魔影不是，我这西部魔影，
我并不知道这个人在这里装些什么东西。放马过来啊！怎么的呢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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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一架！我看谁敢干！给我跑！我看谁敢干！我大影魔刀魔抗鳄鱼在这里往这一站，我看谁敢干！都得给我跑！女小兵了，吸我！哇，这卢仙可以啊，技能释放的速度还是蛮快的。哎，为什么我 A 一下可以吸血呀？我哪带吸血了？全能吸血吗 ？A 一下回24。2.5%的全能吸血能吸这么多？影魔刀也不带吸血。我来了，耶、yeah! ！死前巨鳄，我晕你，红路口。那吸血鬼，这玩意儿100块钱，用技能杀的不合适，推吧。先死了，你看，再狠的 ADC， 被人围殴，那也只能是个 D， 明白没？再不狠的鳄鱼被人围殴，那也是个鳄鱼，他们也不好使。现在你让他们上，他们敢上吗？他们不敢上，他们要杀，指定是杀永恩。先把那炼金给我杀了，先把这绞死，就咳血战斧平 A， 平 A， 红路口，开大招，双断穿，哪那么多虚弱，闪现晕，哎，我杀我杀，哎，我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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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你看着吗 ？ADC 能做到这种程度吗？不能。有的时候这 ADC 没有人保不行，太过分了。我给你扛塔来，剩下的你来。你们甚至连我的影魔刀都没打掉，真的。人马是出了三项吗？我这一个平 A 怎么打那么多血？来把五杀鳄鱼。